就是如果不喜欢看的话就不行。这边打麻将比较少吧，都是在跳舞。没得人打麻将。没得人打的麻将。超呀，超呀！以后有机会来可以来参加的。对，原生态的，昨晚好吴江萌没有来。我哈你不应该拿轮上进攻我来，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因为中间放了个那种，中间那个房顶是啥的？起伏的，然后对着那个，就是围着那个跳。不打啊，不打。大家可以看一下嘛，平时那个啥的。现在是男生在跳，男生跳完女生跳，不是吗？不热不热不热，天天都不热。这些人看到早上会子，谢谢大家，谢谢喽，谢谢郎新娘，谢谢大家。现在过桩就是边唱边跳，就是这个最特色。当地的群众都是亲朋好友，对到府的过桩，来吧，3000多吧，好像是。来来来，底下一个，底下一个。3000多名，对，自唱自舞，对。边唱边你这拿的麻将嘛？县城里面大，刀斧县县城里面，刀斧县对街上。那我翻译不来，这道府县，帮我调理翻译好了。唱的歌嘛，哎，你演现场你。昨天没开过，昨天上午开了，下午开了一会儿。这是道府县，对对，挺凉快的。他们这好像是春天跳啊。哎呀，我们那是中午饭吃完就下午就一直跳，跳到吃饭。然后华爷是饭吃。又这个饭来着。人家跳的都是亲朋好友打杠，打可能专门亲些人跳，万一不会跳。对，应该是跳一天，换着换着跳嘛。你这个袜子好出皮儿哦。哎，那么狠的。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大家有免费人气票，送送免费人气票，我们上上人气。谢谢圆月元素。
年给结个婚，可能他的大娃是人胎，我只在这儿。拥挤的直播间卡不卡了？拥挤的直播间卡不卡？谢谢平常送出的大啤酒，谢谢啊，谢谢。拥挤老师一会儿跳过来啊。哦，卡，还很卡，他们都说卡。那是怎么回事嘛？你坐一下，你坐着嘛，小王同学，坐着，一会儿没有座位了。他的手机太卡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太热了吧，是不是？热不热？才开呢。那咋回事啊？老师信号不好，没办法啊。哎，我也想看这个小王同学，你两个在直播，两个都在直播。现在不卡，太卡。是不是人多才卡呀？不知道。我的不卡，我的不卡。我也想跳这个。大家看一下拥挤的，跳啥？我也跳。卡不卡？卡不卡？老师都卡住了。老师的直播间卡不卡？卡的话我就把他的关了，大家倒来吧，南京，我用我的手机直播吧。卡死了，已经他的。大家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永久，我让他回去再开吧，他这边太卡了。吃了，就吃了。幸好我的手机还有电，不然大家都看不了了。这是那个甘孜道夫，对，我把他的关了。哎呦妈呀，当完了，我站着吧，当完了。趴到了，趴到了，我把关了。谢谢送粉丝灯牌，谢谢。来来，大家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谢谢游客送的棒棒糖，谢谢谢谢分享，大家分享一下直播，因为刚刚本来是用的拥挤的号直播，但是它都卡住了，我就说几分钟了，那个公屏都没动，什么都看不到。因为小王手机登记了，是他的账号我不知道，对，他跳舞去了，他的账号我不知道。没事没事，等一下让他回去播。我们两个都是同一款手机，我们俩是同一款同一个型号的，不知道他今天手机怎么回事，而且我手机限速了都不行。新娘在房间里面，你看就是，对对对，拥挤老师的话，等一下我让他回去给你们播啊，我让他回去好好给大家播一下，补偿大家。你看就行，写了，没事没事。我不知道，我这边是屏幕是亮着的，然后露露老师告诉我手机就是那个直播卡住了，手机垃圾太多了，应该不会吧。看不到拥挤老师凶吗？那边还有人等着呢，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不然那个本来刚刚是用老师的手机开播了，结果卡住了，都是露露老师给我说，然后我是说那个公屏一直没动，我就给他退了，我就给他直播关了，我就把他的直播关掉了。拥挤和露露老师在一起调，对对对，也就是小王老师的也很好的呀，谢谢，商家垃圾好了，好的，我待会儿给他说，让他清一下手机里面的。刚刚第一场直播的时候就在说卡，刚刚开了又卡。苹果，而且他的手机雷蹭很大的，就是苹果，用的就是苹果。露露老师在对面，他们两个都在对面。关了关了关了，还在开吗？我看一下啊。但是苹果的话像素比较好，你们看一下啊，还卡不卡？他的手机点都点不动了。我先给他关机了啊，我给他关了，点都点不动，我们两个没掉，刚刚是廖妈妈手机掉了，我们两个手机随时都在手上。对，苹果手机确实信号不怎么好。我给他关机了，重新开一下啊。把电池拔了，哪里来的电池？他不把我宰了，我把手机给他抠了。恢复直播，可以恢复直播，我恢复一下啊。啊，我拿了三个手机，我拿不动了。大家去一下拥挤直播间看一下还卡不卡。我刚刚关机重启了，然后恢复了直播。你们看一下，去看一下，看能不能那个。好了好了。
那就好了。OK OK， 我刚刚重启了。哦吼，他这个自己关了哟，好复杂哦，我的天哪！要把我给逼疯了。我把我的关了，我拿三个手机皮。他的自己关了，自己关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开了，已经开了。卡不卡？卡不卡？卡不卡？已经重开了。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大家点点赞，有免费人气票，刷刷免费人气票。现在不卡了，好的，好的。你看了吗？应该是仪式要开始了吧？这么点赞，谢谢大家。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手机又很烫了，已经。谢谢分享。不要去看了吧？大家刷刷免费的人气票。有、不知道呢，等一下才知道。我的手拿不到了，我现在手上三个手机，拿不到了三个手机我。谢谢大家刷的免费人气票，谢谢大家。婚礼，婚礼。你在这的话，等会买肯定。你说的简单，哪里去买嘛？就睡午觉保持你。我不知道咋拿手机了，我还要第二个条包包。新娘他们下来了。我手机拿不了，我手上东西多得很，还有我自己的手机。这是在结婚。我说的简单，我还在跟露露老师直播。对，这是道服线，道服。新娘要下来了，跟你说说，我到那边去吧，那边可以正对。新娘结婚。他这个敲门，跟他们打个电话。谢谢游客送的传承印记，没有直播价。哎，咱俩呗。刚刚才开的，他这个卡到了。卡了，要重新开了吗？卡了，我都用我的手机开好了。然后他们说的是重启就好了。谢谢点赞，大家有免费人气票，送送免费人气票啊！人气上一上，人气上一上。不辛苦不辛苦，谢谢大家送人气票，大家送送人气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甘孜道夫，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能看宗族婚礼，谢谢，没事没事。火腿这啊，又开了，他们喊我重启就好了。什么情况？怎么不跳了？新娘要下来了，仪式要开始了。但是你这个方块感觉高清模，好模糊啊，看到。谢谢大家，大家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录音机在后面，我准备在这里。谢谢送的粉丝灯牌，停在这里，他们送的在这里。是不是调完了？调完了吗？
危险，小心呐！陆姐，你拿一会儿啊，拿太多了，对，太多了。哦吼，一下就38了。唐退休，谢谢送出唐退休的粉丝灯牌啊！谢谢好人送出的粉丝灯牌。红磡藏族婚礼，谢谢，是的，是哪里藏？就是道服哈，道服，甘孜州道服。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动动手指点点赞啊，点点赞。你这个真牛啊！我点点赞，点点赞。对，点赞不要停，点赞不要停。他们现在就是在叫什么送词了？吉祥吉祥送词，现在是。现在不是。现在马上。谢谢用户的点赞，谢谢用户点赞哈。分享一下直播间，分享一下直播间啊，分享一下直播间，点点赞，点点赞啊。陆老师，你是汉族吗？是的，我是汉族啊，我是汉族。这个，这个是。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没有点关注的关注一下啊！没有点亮小红心的点亮一下小红心。帮主播分享一下直播间啊！谢谢谢谢唐退休，谢谢谢谢送出的小心心，唐退休，送出的小心心，谢谢感谢啊！唱什么是祝福歌吗？对的，对的，讲讲藏族的婚礼习俗。这个藏族婚礼习俗我这个也是第一次参加啊，我只知道他们就是从早上一直到晚上都一直在跳锅庄庆祝啊，然后接到新娘子以后呢，就是中间这个是吉祥三宝，绕吉祥三宝三圈，然后就上楼，是这样的，我只看到这些。欢迎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然后为主播点点赞，为主播点点赞啊，点点赞，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分享一下直播间。彩礼多吗？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拥挤老师团队如有结婚，我也想参加，不知道老师邀请不。拥挤老师的团队结婚，这个应该就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点点赞，点点赞啊！点点关注，点点赞，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今天的太阳特别的大，今天。他们就是跳，开始跳原生态的。来来，过来。来。那就来那个。姐姐，你坐，我们两个，我和小王同学站对面去嘛，我们俩对面去，走嘛，我们两个对面去走。这太晒了，就是。这块全是。那有个椅子，快去坐。不要，不要，这里好晒哦。对啊。对。这也很晒，我觉得。这有椅子，你坐嘛，你坐。这么块全照，只照到屁股。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点点赞，点点赞。这是什么仪式？这是吉祥诵经，好像是。哎，他刚刚跟我说吉祥送宝了。吉祥送词啊！吉祥送词。吉祥送词。对，在这儿。哎呀，姐姐给我找了个地方，她说这儿不晒。这是什么仪式？你的卡吗？我们的卡，不卡。
卡干嘛？我的不卡，你觉得卡不卡吗？你进了直播间以后卡不卡？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谢谢送出的小心心。这个叫玉龙吧，应该叫玉龙是不是？这个两个字，这个龙我认识，这个字叫应该叫玉。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来，天哥帮你抓一会儿。你的手机没有卡过，对的，我的手机没有卡过。那个姐姐找的。对。谢谢玉龙送出的小心心，谢谢感谢啊！谢谢嘎玛点赞，谢谢。这个就开始就是都是原生态的，你看吗？真的看着很舒服，看到250了，对的。我给你两桶，人家这个结婚没有礼仪刷，不像我们。谢谢歌者为我点赞，谢谢歌者点赞啊！哎呦，今天的天气太好了，谢谢。没有说错，说错的话大家指正一下啊。拾取拉错，回去那个枪工的直播交给你了啊，因为粉丝们都期待枪工有直播啊，所以说有一天你问我枪工可不可以直播，我说可以直播的啊，然后这个直播就交给你了啊，拾取拉错。干妈你那里卡不卡？人家在忙，人家家里人结婚，大家都看好你哦，拾取拉错，真的，无论是你的性格还是你的就是学锅庄的一个认真的程度，真的很大家都非常认可。对，拾取是个好姑娘，是的。大家点点赞，然后收收免费人气票，收收人气啊，现在600多了，然后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现在我们。好的，陆老师。哎呦，我躲在这个角落里边，谢谢，我把镜头切换一下。的小黄瓜，谢谢。这个，在这个牌子底下，然后要凉快一点，不是放要凉快一点。然后这是我们的运气老师现场唱的啊，700人了，家人们加油加油！弄头发，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谢谢直播间送的比心，谢谢。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特别的凉快啊，就是这儿就特别晒了，特别晒。今天的天气就是天气还正好啊，反正就开始那种吧，11点半感谢送出的小心心，拾取拉错啊，感谢送出小心心。云民送出的玫瑰花，感谢送出的玫瑰花。退休，谢谢点赞，谢谢点赞啊，谢谢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主播啊。我的太阳，谢谢点赞。对，那个1、2、3，他是真的是特别推荐你的啊，推说确实是拾取拉错这个非常好。谢谢我的太阳为主播点赞，谢谢。谢谢啊，直播间的看看拥挤老师。好的好的啊，拥挤老师在这儿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是小红学霸，谢谢谢谢。因为天气有点热，就是小红学霸，对晃得很，有点精神，就是这个天气适合睡觉。小王同学你好好说，这个天气真适合睡觉，我可以睡到下午6点。好气。陆老师你藏舞跳得很好，你是藏舞，谢谢感谢唐退休的认可啊，希望拥挤快乐，无神拥挤累了，对的，他们都希望你快乐，谢谢大家。哦，新郎出来了，我切换一下啊，天天开心，好的。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主播啊，我切换一下镜头，新郎。
来了啊，新郎新娘都出来了，看，刚好刚好啊。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三个八，不客气啊。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主播；没有分享，没有分享直播间的，分享一下啊。大家上上人，不辛苦，不辛苦啊。新郎新娘出来了，新郎新娘出来了，新郎新娘都出来了。他们这个好像都是在就是唱一些吉祥的歌曲来庆祝，就是这个婚礼。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没有点关注的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啊。啊妈呀，咋回事？我的钢管不越来越翘了，快点给我按呀！关注一下主播。先走，等一下嘛，等仪式开始了再往前走。好呢，等会儿。看看拥挤，哎呦妈呀！露露老师辛苦啦，露露老师。你对到我俩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不对，人家要看你不对到你的。谢谢伽马的花花啊，谢谢伽马的花花。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主播啊，点点关注，然后点点赞，分享一下直播间。分享一下直播间，谢谢玉龙送出的小谢。今天晚上去不去跳舞？你说音乐广场吗？这个还不太知道，好像今天一天都要在这里吧。谢谢瑞一的关注啊！谢谢瑞一的关注。关注的关注一下主播，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主播，可以分享一下直播间啊。谢谢玉龙成为粉丝团啊，谢谢玉龙成为粉丝团。谢谢。动动手指，点点关，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点点关注，点点赞。那这个就是新郎，这个就是新郎啊。刚刚跳了啊，刚刚我们跳了，这个就是新郎。第几个？就是第一个，应该是挨着黄衬衣的，对，黄衬衣旁边那个。欢迎进入眼睛世界。谢谢瑞一成为粉丝团啊！谢谢瑞一成为粉丝团。只能给大家看一下，你让我介绍我一下。喂！我们来看看他们在说，在这个宋词来了啊，吉祥宋词。吉祥宋词。要开始了的。对。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中间的位置，对面是新娘哈，对面是新娘。两天吧，应该是两天还是三天啊？这里结婚是两天还是三天？今天是最正式、最高兴的一天。那明天还有一天吗？明天没有了，就是两天嘛。昨天是包包子。对。谢谢瑞一送出的花花，送出的花开。谢谢谢谢。他在。是种秋风的。
你看老农民工们一发生那几句话叫我们都有个尊严学学生都得有个尊严学学生都得有个尊严学就总唱得有个尊严学我妈妈有点谢谢唐老师把我们看过是这么说谢谢唐退休点赞也得这么多的尊严我的老师对那么你咋干什么谢谢时光相随点对他拿得满大街下面的衣服对得什么家族那么下面的衣服家庭比他一年的衣服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啊，点点赞点点赞。现在是那个吉祥送词，吉祥送词。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点点赞点点赞。哎，我太喜欢这个传说了。我的老师你那一波有人就去先了人工有扎了的人可以加码的七个有七个的先去有的他们有三个钱在里面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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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记不记没事没事好没事来过来点我们把琼琼去站这么大被带妈到了一个个都没了欢迎新这些呢都有他们也不一直怎么教你我的代替亲不教你第一其实也不送这个不教你妈妈的呢他都不到这个也就是一个他们藏族的一个习俗藏式婚礼的一个习俗压在公众中不在出征也不尊重你这样子嘛对就一直能不到就有没教的这不能这种就是他让我去救助让我拉萨做了工作欢迎直播间的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关注一下，帮着分享一下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一下直播间啊。应该不会，这边都是放的。老苏，你不会撒娇你了，都快进屋了。可能藏族朋友都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确实还是听不懂。所以哪里告诉没有东京公路哪里有微笑路径谢谢瑞一的点赞谢谢瑞一的点赞谢谢谢谢瑞一点赞谢谢欢迎收听直播间的家人们啊这个今天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啊今天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对是不是我告诉你看看你了都发现对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就是都妈妈你咋这么说的搞完了这几天吧刚刚呢又一天吧要是你我一天吧他关了一路一天露露这儿有一个露露露露怎么和我的名字一样的露露对吗哦是我给了抓紧发动作这种给了干嘛拿电视了这种能力拿他的人我都给你们说什么了别送了一个家家给你公安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当然了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公安主管马哥一卡在就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点关注的关注一下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帮忙分享一下直播间今天是龙山的新娘子是这样的是不是不容易家用过新娘子不用过三个都一卡在就没有哦老师你多少你老多少你我玩手机不多少我玩手机的时候给手机不多少是不是玩手机的你让那个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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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新娘漂亮的很干嘛我让你看看啊就那个穿红颜色的红颜色的
你看到没有吗？看到没有？看到新娘没有？你做准备了，都把经过了。当了母亲家的哥哥。我头让一个戴眼镜的这个摄影师挡住了。这是什么粽子吗？如果他粽子不帮忙，都一看到江面了。是。哦，老师，你看到你老师发经过了？哦，也是。对，真能看到。看到了，看到了吧？漂不漂亮吗？是不是很美？看到经过了，这是大镜子吗？看到点进了。他们说你被请到这中间去了。他到点去了，他把所有珠宝嘛都一个个装来了。像是那个道服，穿粉色的，应该是红色的。我看来是不是那个要看他们妈妈说的那个？哦，不是。什么妈妈？我觉得真有个人看到他妈妈了，还会给他看一下他妈妈。从哪进步？你眼光有点太高了啊！你的眼光有点高哦。新郎和新娘还分开站着，对的，新郎站在这边，新娘站在这边。新郎，新郎的个子还是高，就是道服哈，看姿道服。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好习俗吧。男的站在一起，女的站在一起。又卡了，他们说。哦，老师。他们说让把那什么后台程序关了。你自己了，叫了工作用的，扎西修。看看新娘和新娘。这是工作用的，扎西修。这是工作用的，扎西修。这里是哪里？装枪的用的，扎西修。手机肯定有问题。怎么都是？啊，对的，他可能是。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挺有仪式感的。祝词大概意思，吉祥颂词，可能也许就是一些祝福语，一些就是婚礼的一些祝新郎新娘的一些祝福语吧，应该是啊。可以有那个藏族朋友翻译一下啊，因为我们汉族朋友听不懂。有没有听得懂的？明明保守能力精进了。你文化还差不多。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刻在云中，感谢成为粉丝团啊！感谢成为粉丝团。你说的是对的，那我翻译的正确啊，那还好。哎呦。他们说歌词的大概意思，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应该就是。那你到四 S 店维护一下。唐退休说你让你到那个四 S 店修呀。扎西修，看看新郎新娘，这个是新娘。这个是新郎，这个就是新郎。第二个黄色衬衣戴帽子的第二旁边那个就是新郎。婚礼司仪都是祝福语，对的，是的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没有点关注的关注一下主播。新娘是你们的团队吗？不是我们的团队啊。我们开始献哈达了，献哈达。这是道服，甘孜道服啊。用老师手机回去拨到塞恩。对的，我跟他说了，让他维护一下。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动动手指点点赞。每个人都光啊，每个人都要，就是你看这边新娘戴完了之后，然后再新郎，看看新娘，这不新娘吗？红色的衣服就是新娘啊，红色的衣服就是新娘。谢谢郑叉叉点点赞，然后就是新郎。
先给新娘带，然后给被限流了吧？不太清楚啊。英吉老师都被限流了。他不是限流了，应该是他们打电话来被卡住了。哦。如果限流了，怎么可能七八百人嘛？刚刚都八百多个人。欢迎新朋友点点赞，大家点点赞，对，点点赞，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直播间。没有点亮小红心的，点亮一下小红心。哎，我腰杆，腰杆。是谁结婚？是朋友，对，是新娘新郎结婚，是新郎新娘结婚。我觉得今天他们说搞笑的是，有个人说的是，不是新娘上来了吗？他们说新娘不理我。哎呀，真的是。英吉老师显得力气太小了，应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吧。谢谢干妈点赞啊！谢谢干妈点赞，谢谢干妈点赞。主播你好幽默，是直播间的粉丝幽默啊，是粉丝幽默。美女主播你好，你好，你好，米莱，这个应该叫米莱梗啊，米莱在哪里？在甘孜道夫，甘孜道夫啊。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主播啊，没有点亮小心心的点亮一下人心。他们都一直在问，我说有没开播吗？咋又关了？在哪里？在道夫，道夫，甘孜道夫。等一下再跳，等一下再跳。没有哦，谢谢妮妮，经常开播，老师要经常开播，对的对的，我也是这样打算的，我也是这样打算的。谢谢，现在在学习的道路上，在学习的道路上。请点赞，家人们刷刷免费人气票，刷刷人，等一下给大家看老师跳舞。偶尔把镜头转向英吉老师一下，谢谢。好的。这英吉老师，他的手机扔了算了，太着急了，舍不得。把你手机扔了，舍不得，舍不得。对的，枪跳舞也要开直播，嗯。我让他回去给大家开，应该是他的手机，手机不一样的婚礼，对的，对的啊。烫得特别快，手机很烫。对。谢谢分享直播，谢谢，谢谢大家点赞。他们分享一下，点点赞。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主播啊。上一上人气票，上一上人气票。现在是进行好大时间哦。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点点赞，来新手机，他就是新手机啊。对，他直播了，他直播，然后你们给我换一个吗？他说，请你们给我换一个，明天换吧。他让你们回来换一个。对对对，他也在直播，谢谢妮妮的点赞，谢谢啊、哦！感谢一下分享，还没完，感谢分享一下直播间，点点赞。要等我手机了，妮妮。谢谢。他手机壳太厚了吧？迪，这个念，这个字念念。米莱迪，米莱迪，搞是一个那个对王者荣耀的那个英雄啊、嗯，米莱迪。换啥？换手机，没有好的手机耽误事儿。他的手机挺好了，他的手机已经很好了。好的好的，听你的，听你安排。他说多直播几场，你来比。他多 PK 几场。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扎西德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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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老师，你帮英吉老师拿就不会卡。谢谢分享，谢谢。我帮他，我帮他拿。好、哦，我好神奇啊！你是那个？我是什么？我是。你的手就是信号塔。对，我的手就是信号塔。嗯，对的，对的，八八八说的非常正确啊，对的，对，我是路由器，我是拥挤了，助理干啥去了？哪个助理？助理也在直播，助理也在直播啊。
欢迎星星直播间的家人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分享一下直播间啊、哦！分享一下直播间哦！哎呦，这个哈达有点长哦，太长了。因你的一直都没卡过。对呀、啊，我也觉得好奇怪哦。真的挺奇怪的。谢谢米莱迪的点赞，谢谢你的点赞，辛苦你们喽，辛苦你们，可能是大家积极的点赞也有关系吧，就手机又不卡，是不是？天下的小王同学的也会卡，你的不卡，如果你的也要卡，我的也有点不卡。这你看吗？小王同学的也会卡，你的不卡。手机也有高原反应。对的，手机也有高原反应。说的非常正确。我站不动了，会是做到不？穿好是吧？啊、哦！
袖子可能掉了，这个袖子。在成都哪个地方？我在青羊宫。青羊宫。谢谢谢谢谢谢。在青羊宫啊。谢谢怪大兽关注了主播，谢谢。大关注了吗，丹少爷？你是拉错家的粉儿，是拉错家的粉儿，拉错家的粉儿。谢谢，谢谢。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主播哈，没有分享直播间的分享一下直播间，没有分享直播间的分享一下直播间啊，没有点亮小星星的点亮一下小星星。没事哈，可以关注老大，嘿嘿。丹少爷昨天去跳锅庄没有？到千宫跳没有？呀，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将来你到吧。坚持啊，坚持。枪功就靠你们喽。将来你到吧。对啊，丹哥坚持的好。丹哥为你点赞啊，坚持的那么好，都这么能唱，厉害了。新郎在。今天的主角是这个新娘，谢谢送出的小心心。新娘前面摄影师挡住你的，新郎坐在这边的，不是没戴墨镜。塔达后面那个就是新郎。谢谢梦和时光送出的小心心啊，谢谢。中间的这个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主播啊，没有点亮小心心的点亮一下小心心，分享一下直播间。拉近看看新娘子，好的，拉近一点啊，可以拉近吗？就不可以吧？在直播的时候不可以。打电话去。知道不？谁的电话呀？哎呦，又是。还不多呀，挺多的了，这两个跳锅庄的团队，楼上楼下到处都是人。怎么
么拉近距离我不知道，放大呀。院子里搭的棚子，对的。这也不太清楚啊，这个现在是即将送子环节啊，即将送子环节啊。点赞，谢谢用户点赞啊！没有分享直播间的粉丝。风筝没动了耶，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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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就是站的有点辛苦，有点累了，然后他们邀请我们去里面坐一下，他接电话，对。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房间啊，哎呦，哎呦。